就这样了哈，然后我们就用那个盖啊，这样盖住 ，OK， 大概是 one day to two day 好的话，它发酵了就可以吃了，就是这样子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, have a nice day, 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拜。